这家也天蚕，这家也是有家也天蚕，都归你。
两人右手好像与心何忍，赶回去。
响应爹爹回归，新娘子进家呀！ 走狗。
公开。三郎喜欢哪一个？你就骂吧，你已经没情了。我很小色情，要是有个陌生人来当我的妈，我也会骂，也会咒。如此看来，你我何能相思了？你把我的脸弄得都在烧烫，
么呀？像买的长记一样，是不是？是又如何？是吗？当然是了，我还买了个大家去，这整个天床甲乙都归我了。胡说！天床甲乙原归我妈，如今他归我。Thank you.
三郎问八段，再问长，满面春风又何香，还你我一公道，你叫亲娘我的亲戚娘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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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我知道，这都是你的诡计，你是为了吞并一切。我告诉你，你休想得逞！站住！哼！我不让你去找姚翠花。我偏去。他是个婊子。我就需要婊子，这人呐，不能违背人的本性。他一文不值，任何一个酒鬼都可埋他。和他比你好，至少他不来偷我的东西。你是指我这天庄？不、哦、是我的天庄。嘿，奴才！你才是人家
前来没有揍他。老了，人过七十，老天就通知你早做准备了。近来我常常想起他妈，他还说这真的假也都是他。这个小可怜，这话应该由我说，他不该说。那他还成天咒你不死。这个小可怜虫，那是我过去对他太凶了，往后啊，我得。哎呀，拉倒吧！既然你对克隆这样仁慈，那你给他过吧，娶我来干嘛？这，哎呀，这是两码事嘛！艾米，艾米，我可是不能没有你呀、啊！三十放浪之时，他还去找那个长记腰翠花，闺蜜心窍佛爷上身，我看呐、啊，该给他找个老婆啦。他还调戏我呢，欺负后妈。什么？他调戏你？他向我跳来，对我动手动脚。刚才吵架就是为此。你苍天在上，我要杀了他！我要用杀猪刀砍下你头！血溅一树顶，尸骨仰天高。你可得听我说，你听我说呀！事情不太早，闹得不太大，反正有玩家说起玩笑话，就像小孩子淘气犟嘴，嬉笑怒骂，清风过耳，啥也没啥。那你干嘛说他调戏你？那我说过头了，再加上我也气疯了，我一想起他想把真的假也都夺走。那好，现在就用马鞭子把他赶跑。别别别，这样不合情理。要是把他赶走了，那谁来帮咱干活？他可是个不花钱的长工啊。说的也是，就让他待着。为了这些土贼子们，真要把我给气死了。生儿子，从今往后你就不干什么，我都心甘情愿。他
钱钱都给我，给我和咱的儿子。好，是你要什么，我都答应。我发誓，我发誓。Thank you.
不然我杀了你。我可一点儿也不怕，你需要我，你离开我，你会让我牵着鼻子走的。来，你随我去到另一个地方，那是一个没有打开过的房间，这个家里只有那一个房间，还不属于我。不，那是我妈的房间。今晚我就让它属于我。我妈的房间在这伺候，还没人敢去打开。我这就去打开它。你作死，我妈的东西谁也不许动。我这就去动，开开锁，点上灯，收拾收拾，清点清点。你，三少爷，你不跟着我，能不放心吗？
这是我母亲对姚文喜忧郁的报复，报复啊！Thank you.